竹马喜欢的女生哭诉继父猥亵她，她拉着大院几个男生提着刀去堵人。我拦下这荒谬的行动，最终他们利用家里权力将继父送进监狱，可那个女生却承受不住母亲的怨怼和他人的同情自杀了。竹马消沉一段日子，又转而和我一同上课。法考前一天，他怨恨地盯着我，如果不是你多管闲事拦下我们，他怎么会死？我被迷晕和一群被下了药的混混关在一起，活活被欺凌致死。重生到竹马带着兄弟去英雄救美那天，我没有插手，冷漠看着他们再一次买了刀，意气风发地走向我铺设的绝路。这猪狗不如的老东西，老子非把他碎尸万段不可。于峰咬着牙一拳砸在桌上，教室里顿时响起了桌子的呜咽。敢欺负安澜，还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是兄弟的都给我上，老子要他死得好看。兄弟们纷纷看向我，好像在征求我的意见一样。我忍俊不禁，看我做什么？我只不过是于峰的青梅，又不是女朋友，都是成年大学生了，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也该自己决定了。你们的事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是不会插手的。于峰有些惊愕地看着我，江之乔，你真的不管？你不会阻拦是吗？阻拦？为什么要阻拦？难道上赶着像上一世那样死无全尸吗？上一世同样的教室，同样的情形，我听完于峰的发言立马就拦下了他。目前最需要的应该是冷静，安澜的继父有没有罪应该交给法律定夺，我们谁都不是判官，但一旦杀人，于峰就定然要获罪，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我的一顿说理把所有人都说沉默了。终于他瞪着红红的眼睛，好，这次不动手了。紧接着于峰又动用爷爷的权势将继父钉死在耻辱柱上，可谁都没有想到继父被宣判的那天，安澜也上吊自杀。自缢前他还留下一封信，诉说着事情曝光以后对自己的冲击，母亲的责骂，世人的眼光，让他自觉无言活下去。看到信后，于峰在他的棺材前坐了整整一夜。我去开导他，因为我们已经尽力了。黑暗中，于峰忽然起身把我抱紧，乔，我已经失去安澜了，我不想再失去你，之后的路我们一起走吧。我无声的落泪，没想到修成正果的还是青梅竹马。此后他更是无微不至的给我陪考。可就在法考的前一天，我忽然被迷晕，关进了一个巨大的狗笼里，身边是一群饥肠辘辘的混混。于峰，我拼命晃动栏杆向他伸出手，可他一转身却将滚烫的烟头落在了我的手心里。怎么样，很绝望吧？江大学霸，你现在终于能体会安澜的心情了。你放心，我是不会欺负你的，你这种冷血动物我都怕脏了我的血，让他们好好陪你玩吧。直到这时我才知道，他从始至终都恨我阻拦他去杀人，可是他真的知道事情的原委吗？一个人是可以随便决断他人生死的吗？恍惚间我的思绪又飘回现场，于峰正在眉飞色舞地布置他的计划。大纲，你去打听最合适的卖刀的店，要远，四周不能有监控。小海，你负责准备所有人的帽子口罩，不能留下一点购物痕迹。谈到杀人，他的心思变得兴奋又缜密。当他终于说完后，我也悄悄按下了录音笔的停止键。江之乔，你也去，你负责引诱。于峰转过头，眼里满是阴鸷。我去做什么？这是你们的事情。于峰却并不想放过我，人多容易暴露，你先把他骗到偏一点的地方。说完他又凑近了一点，把手撑在我的课桌上，你该不会不想替安澜报仇吧？他的小弟们纷纷向我投来期待的目光。我看着于峰的脸，早已知道他的算盘。我的爸爸是名震全城的检察官，而我爷爷更是政法界的知名人士，一旦东窗事发，只要把我拖下水，我的家人想必会保下我。他的想法和他爷爷的一样世故又狡猾，我们两家曾是世交，我们的爷爷是政法大学情同手足的同窗，据说当年爷爷家境贫寒，多是于峰的爷爷出手帮他度过了许多饥寒岁月。毕业后我爷爷进了法院，而他爷爷则走进官场，开始了他的仕途。起初他们还在亲密来往，但渐渐的两人的分歧越来越多。终于当爷爷看见老同学带着金条出现在家里时，怒火遏制不住了。于敏中，这就是你的良心吗？你怎么敢拿这种东西来收买我？老姜啊，别这么古板。他摇了摇手，这钱可以是收买，也可以说是抚恤。你要执意给张公子治罪，那他一定会申诉第二次、第三次，直到把原告弄得倾家荡产。见我爷爷不说话，他又补了一句，你想，一个寡妇带着孩子能打得起几次官司？但是有了抚恤金，他们可以过上多少年好日子。有时候真相才是会吃人的，老同学，变通变通吧。那是我们祖辈的第一次大吵，是我爸爸告诉我的，那时他只有6岁。那一次爷爷仍然坚持张公子有罪，而后又定期给被害人的遗孀一笔救助金。爷爷说无论什么理由都不能掩埋真相，可于峰的爷爷则认为真相是可以被书写的。显然于峰也这么想。抱歉，你错了，我是不可能参与的。我忍住恶心，把装有录音笔的笔袋放进包里，起身就走。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背弃家族的训导，绕开法律刑事，因为一旦开了头，就有无数种见不得光的交易，得打着正义的名号进行，哪怕安澜的继父真像他说的那样十恶不赦也不行。当我走到教室门口的时候，于峰喊住了我。江之乔，你真的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吗？我知道你就是在嫉妒安澜，吃醋而已。你不就是气我不喜欢你吗？他双手插兜，颇为嘲弄地走到我身后，对自己的魅力信心满满。而他的小弟们也适时地起哄起来，想让我难堪。我被气笑了，气他，更气那是圣母般的自己。年少时，于峰的家世还不为人所知，常常被男生们拳打脚踢。我看他可怜，便常以班长的身份出面劝架。久而久之，大家都传我喜欢于峰，舍不得他被打。没想到于峰自己也信了这一套。后来挨打，他还跟人说江之乔是我老婆，你们谁敢动我？这套说辞一直持续到他家世曝光成为老大后，才不再提起。我冷笑，挑了挑眉，你别忘了，我可从来没说过我喜欢你。
倒是有人为了自保，逢人就喊自己是我老公，也不知道在怂什么。多年的横行霸道把他惯得都不知道以前是谁求谁了。于峰的脸顿时青一阵白一阵。这时我忽然收到了一则消息，人在曲水巷，速来。我脸色一变，立即大步冲出了教室。我左拐右拐来到了曲水巷口，这条路我从小走到大，每次都是我爷爷带我来的。此时已经日上三竿，越来越多的小贩围在这里卖东西。一个墨镜男早已等候在那，见到我赶忙迎上来，朝其中一个小贩一指，乔姐，人查到了，就在那。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看见了一个身穿军大衣头戴雷锋帽的男子，正默默地坐在摊子前捏着面人。看见他，我的心跳还是不由自主地加速了。我一动不动地盯着眼前的男人，他察觉到了我的目光，一见我又惊又喜，小乔，你怎么一个人来了，多冷啊。他拘谨地给我递上暖水袋，一边忙碌一边叮嘱，你看你手都冻红了，赶紧来暖暖手。我最近太忙了，都没什么时间来看你们，你爷爷还好吗？前世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安兰的继父竟然是我从小就一直往来的叔叔。就在上个月，他还打电话告诉爷爷，自己的继女要准备拍戏，要给他筹钱，老师说他演技还要加强，只能再送他去小班进修一下。可他不知道，他的继女正和新的二代玩在一起，早已计划好要把他推入深渊。从头到尾，安兰都没有和我们说过真话，上一世没有，这一世依然没有。我想起了上一世私家侦探给我的汇报，他说安兰的继父是曲水巷的一个手工艺人，每天起早贪黑的养家糊口。在他的悉心培养下，安兰成功通过了艺考，成为了我们隔壁院校艺术系的一员。但成年后的安兰却开始频频介入富家公子的感情，想要成为阔太。继父和母亲为此没少骂他，辛辛苦苦培养你是让你给人家做小三的吗？这种臭钱你给我们，我们也不要。安兰的继父甚至还找到了富豪原配，硬生生毁掉了安兰的情人梦。他不知道等待他的是来自妓女的谋杀。峰哥，我继父他猥亵我，我真的好想砍死他呀。那时的安兰头一次主动找他的舔狗于峰，泪眼汪汪地求他帮忙。于峰立即不假思索地应下来，他要在美人面前逞英雄，美人说什么他都会做。何况在他眼里，杀人脱罪就和洗个手一样简单。这个愚蠢的人还不知道，安兰之所以找到他，完全是为了让他干脏活。至于爱情，他正眼都不会瞧他，他要的是更高级别的二代，于峰是满足不了他的。这时安兰继父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暖水袋冷了，换这个吧。他又递上来一个，我连忙摆手，他执意要给，一来一去不小心碰掉了他的包。我弯腰去捡，刚伸手就看见一张照片掉落出来，那是他和安兰母女的全家福。照片上的安兰笑得甜丝丝的，正揽着夫妻俩的肩。他看到我有些不好意思，又有些自豪，这是我女儿，漂亮吧？你还没见过她吧？见过，我怎么可能没见过？上一世她不仅害了你，还直接害死了我呀。前世为了让安兰继父坐牢，于峰不惜作假证明继父和多人发生过关系，罪名一坐实，本来清清白白的父女关系反而成了真。更糟的是，彼时他又被查出了艾滋，不知是谁传给他的，也不知又传给了谁。那些得了病的风流公子们干脆全都把锅推到了他头上，他们说是他从继父那里传染的，是他把病传给了他们。安兰百口莫辩，等待他的只有死路一条。当我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于峰还在痛不欲生，常常看着安兰的照片发呆。我不忍心戳破他的幻梦，人都死了说这些还有什么必要呢？可我没想到安兰在死前就已经亲手设计好了我的死亡，在他眼里是我阻拦了于峰手刃继父，这才导致他被迫假戏真做走上绝境。在我被祸混群欺的时候，于峰站在笼外冷冷地说，是你害死了安兰，他已经用信告诉我了，没有你的推波助澜他根本不会死。我这才知道安兰在绝笔信的结尾像指令于峰杀他继父那样指令了我的死。想到这里，我叹了口气，对着眼前欣喜的男人压低了声音，叔，你看过孤儿院吗？这天晚课后，于峰一行人便浩浩荡荡出了教室，我远远跟着看着他们上了车，一路开到曲水巷口。安兰的继父正准备收摊，一转身便被一个高大的小弟堵住了。此时夜色已深，曲水巷附近没有任何监控，继父刚想转身，却发现又一波人堵了上来。你就是安兰的继父？于峰皮笑肉不笑，双手背在后面，你们要干什么？继父警惕着，一边悄悄用手伸向口袋。没想到于峰一下就看到了他的小动作，他反手一擒，继父还死死地握着手机。于峰把他拱到墙壁前，将他的手肘狠狠地在墙上撞击了几下，顿时手机掉了下来。哟，还懂得录音，可以呀。他狞笑着当即删掉了那段记录，把手机狠狠地踩了几脚。我的心顿时提到嗓子眼，录音可是关键性证据，一旦证据链少了这一环，到时候一定会被动很多。可我已经来不及感叹了，于峰等人一拥而上，围着他拳打脚踢，手里的刀还在闪闪发光。当第一个人扬起刀时，我安排好的路人纷纷出现了。于峰暗骂一声，赶紧带人逃离了现场。当我看着继父被抬上救护车后，在夜色掩护下也匆匆回到家，还没进门就听到了一阵嘈杂。于峰的爷爷正坐在沙发上，气得浑身发抖，江山华，你再说一遍，救还是不救？我爷爷背对着他，扔下两个冷冰冰的字，不救。你别忘了，于老爷子气得咳嗽起来，当年要是没有我，你早就饿死了。现在我孙子有事，你就这么冷血？我爷爷仍然背对着他，你孙子是自作孽，犯了法，该怎样就怎样。我顶多只能让狱警盯着点，别让他被打傻了。于老爷一听这话更气了，他还想说什么，却被爷爷大手一挥，我们没什么好谈的了。阿信，送客人走。我妈闻言起身，默默地把于峰爷爷请到了门外。好，好。他颤巍巍地拄着拐杖，你不救，我爷有办法救我孙子。和他擦肩而过的那一刻，我感觉有一团火朝我飞来。于峰爷爷恼恨地瞪着我，好像在怪我为什么不阻拦他孙子犯事一样。阻拦？
上一世我被关进狗笼的时候，他也没有阻拦他的宝贝孙子呀。当时我就被于峰关在他家的地下室里，老人家只下来看了一眼就匆匆离开了。我在黑暗中向他呼救，求他管管他孙子，可是老人家也是背对着我，丢下不冷不热的一句，他就是这个性格，我也管不了呀。你都管不好的人，我又能阻拦什么？等着再一次进狗笼吗？这天晚上我感觉自己有点昏昏沉沉，安兰的继父还是没有醒来，警察已经封锁了现场，开始取证了。我打开手机搜索着相关的新闻，和于峰相关的一点都没看到。看来于家还是动了血本了，连媒体关系都封得死死的。直到第三天我才看到一条新闻，手工艺人遭人袭击，嫌疑人已落网，因醉酒冲动伤人。点进一看，几个混混模样的人正低着头，没一个是于峰团体的人。老爷子果然是找到替罪羊了呀。我知道这场正邪较量才刚刚开始，安兰的继父还没有醒来。安兰母女俩泪眼汪汪地守在床前，可是一转头安兰便恨恨地骂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他要的是永绝后患，没想到于峰只是出个手就走人了。于峰对此浑然不知，他还在课间偷偷和我炫耀，看见没，我要是弄死一个人比踩死一只蚂蚁还容易。我假装没有听见，可录音键却按了一次又一次。一周过去，当安兰的继父终于醒来时，第一件事就是找警察，是于峰，是于峰带人砍我的，他还说要杀死我。他越说越气，可是众人都面面相觑，混混已经招供了，沾有血迹和指纹的同款刀、血衣、血鞋，一切都是那么天衣无缝。他还想再说，却被医生劝住了。先生，就算您说的是真的，可于家是什么人，咱们怎么斗得过人家？可他不听，不仅不听，还将这一切发到了网上。舆论不能用来判案，但可以用来申冤。当他满身伤痕，举着身份证出现在视频软件上时，网络沸腾了。于峰可是于家公子啊，他怎么会干出这种事呢？评论区议论纷纷，还有好心人提醒他快删视频，当心于家报复。那家人报复心很重，杀人不眨眼，可要当心啊。但随着视频越传越广，于峰的黑料也开始越扒越多。有人说于峰曾经霸凌过他，就因为于峰喜欢的女生喜欢他。有人说于峰曾经逼自己吃沙子，之后又拿小弟去顶包。于峰亲眼看着这一切，却不以为意，说尽管说，我看谁能奈我何。这句话是他在班会课上跟兄弟们说的，我在一旁听着心里暗暗发笑。一下课我便直奔另一家酒吧，全市的十家酒吧里我已经去了8家，是否可以翻案关键就在接下来的2家。酒保看见我以为我是来喝酒的，却不料我直接开门见山打扰了，我需要看一下贵店11月20日晚上的录像。此前通过对混混身边人的询问，我已经掌握了他们的行踪。我得知为首的那个人一身酒气的回来，还说自己去了酒吧。就这样我摸排了所有酒吧的监控，目的就是给他提供不在场证明，逼迫警察重新寻找嫌犯。在我摸排的过程中，安兰的继父也在源源不断地发送视频，于峰的嫌疑也在口口相传中越来越大。许多人给他提供信息，曾经在案发地附近看到于峰，曾听过于峰扬言杀人等，但这一切都还缺乏物证的支持。就在这时，我看着监控录像突然喊停，放大再放大。我紧紧盯着前台的几个人，当画面放大后，其中一个正面朝向摄像头的人一览无遗，这就是被控捅了最深一刀的嫌疑人。此时的时间是晚上10点整，和案发时间一致，而这家酒吧距离曲水巷还有整整5公里远。案件被迫重新开始了，于峰被列为重点嫌疑人被带去调查。尽管如此，形势依然不乐观，所有能够指向于峰的物证是一点没有，光凭人证是远远不够的。与此同时，于家人也开始掀起了攻势，一篇呼唤程序正义的文章开始广为流传。文章说，现在网上过早的给于峰下定义是一种舆论判案的邪风，何况夜色漆黑，安兰的继父有没有看清他的脸也成问题，加之安兰和于峰的微妙关系，继父舍不得妓女恋爱，故意污蔑于峰也有可能，话里话外都在说于峰没有伤人的动机。直到这时，安兰继父的第二颗炸弹才投了下来。文章发布的第二天，新的视频出现，视频中的继父带着一身伤，标题就是博于峰没有动机。这个视频尺度大到史无前例，安兰教唆于峰杀人，于峰给狐朋狗友制定杀人计划的录音全部一览无遗。视频开头还附上了继父和安兰的聊天记录，你要是再敢毁我感情，我就找人弄死你。记录中安兰恶狠狠地发了一条语音，紧随其后的便是安兰求助于峰的对话和于峰下达任务的发言。视频最后是安兰在病房里的吐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视频一出，全网一片哗然，安兰和于峰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痛骂。形势突变，先坐不住的是安兰，她发疯的在病房外大喊大叫，质问继父为什么要这样害她，还说她只是说说而已。说说而已，我哑然失笑，究竟是真心希望还是嘴上说说，她安兰最清楚。紧接着安兰就被带走了，她的教唆杀人是否成立我不得而知，不过对我来说，对安兰的报复到这里就足够了。是我亲自奉上了一段段超清晰的录音，有了这些录音，安兰跻身富豪圈的梦想就彻底破灭了，这对她来说比坐牢还要令人崩溃。可于峰还没完，尽管被带走调查，他还是死咬一句话，我就是说说，我没有做，你们不能这样抓我。他信心满满，因为他知道为数不多的可以拍到他去过案发现场的监控都被他家人高价买走了，没有物证他无论如何都不受影响。可我已经开始着手寻找他的蛛丝马迹了，只要做过事就没有不留痕迹的，这是我爸爸教育我的，我坚持要找到可以指证他的证物，不为别的，就为了我的信仰。如果我只是想报仇，我有无数种办法可以杀他于无形，可我不行，我是大法官的孙女，检察官的女儿，我不能给法律至上的家族抹黑，我会用我的信仰一步步割断他那虚伪的喉舌，让他亲自尝下犯罪的代价。我重新回到了曲水巷，
彼时案发现场已经重新解封，人来人往，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我沿着于峰逃跑的路径一路走，一路思考着他们的逃脱路线。他们一共有七个人，七个人要处理刀具，难度是非常大的。以他思考的周密程度，扔护城河、扔垃圾桶，这些都不太可能存在。真正有可能的，反而是他把所有刀具带回家，拜托他爷爷处理。案发当天，我是走路回家，可是一到家，他爷爷就已经到我家里，连原因都说完了。要说能够如此神速，大概率就是他搭了交通工具回家。我想起了于峰的私家车，在我的举报下，于家的车被上上下下来了一通大检查，最终在地毯上发现了一滴非常微不足道的血迹，经检验就是安兰继父的血。此行还有一个意外之喜，于家人怕证据外流，居然还将那七把刀擦干净，一直藏在家里。经检验，这些刀也符合刺伤安兰继父的凶器的特征，但于峰家人依然嘴硬。按他们律师的话说，于峰就是伤人未遂，他们只是路过了那里，看到伤人现场后带血逃回车里，但并没有动手。至于谁动的手，那个醉酒混混是替谁扛锅，那是警察的事情，他不管。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好像我事先准备的所有证据也用不上了，连我也开始动摇。难道我好不容易重生一次，真的没有办法不用私刑去复仇吗？我望着窗外的天空，陷入了迷茫。就在这时，一个漂亮的面人伸到我面前，回头一看，是安兰的继父。见到我，他笑了笑，看，这是你小时候最喜欢的孙悟空，叔叔再捏一个给你。我接过他，心情更加沉重。孙悟空是我心中惩恶扬善的化身，可我却做不到。叔叔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小乔，你爷爷说过，只要干过坏事，就一定会留下痕迹。当年他就是这样帮我们家惩治了那个坏蛋的。当时大家都说，人家那么只手遮天，怎么可能定得了罪呢？可最后还是定了，只是没想到现在又要劳烦你来帮忙。但是叔叔相信你一定行。说完，他又有些自责，自己没能保住手机录音。对了，手机，我怎么忘了手机这回事呢？紧接着，我的思绪又回到了于峰派发任务当天的话：小海，你负责准备所有人的帽子、口罩，不能留下一点购物痕迹。有意思，希望来了。在一审法庭上，于峰和律师一口咬定自己从未接近受害人。可是当法政部的专家出来作证时，他傻眼了。从安兰继父伤口上提取到的纤维和从于峰家中查获的帽子的材质一模一样，而这些毛线帽的材质国内是没有的，来源是在海外，这还要归功于于峰的警惕。由于小海非常听话，为了不留痕迹，他特意避开网购平台，托远在国外的好友做了一些帽子。更巧的是，做帽子的老人十年来只做了这几顶，因为人家本身就没想卖。这一来，嫌犯基本就锁死在于峰一成七人的范围内了。于峰机关算尽，本想用帽子遮掩自己，却没想到这个帽子成了关键证据。此外，在安兰继父破碎的手机上也提取到了一些手套的纤维，警方查到了这款手套的卖家，又一次在购买人的监控中查到了于峰的身影。加上其余六个共犯已经精疲力尽，全部认了罪，交代了更多细节。人证和物证一家，于峰的故意伤害罪终于板上钉钉。一审过后，于峰的家人还不死心，又一次出现在了我家里。这一次不仅是于峰爷爷，就连他父亲都上门了。其实于峰的刑期不算长，但是对于声名显赫的于家来说，一旦确认家里有个罪犯，那名声就彻底臭了。于峰爷爷颤抖着握住了我爷爷的手，老姜，我知道你铁面无私，但你就保我们一回就一回，就当谢我当年救过你，可以吗？我已经癌症了，你看看我，不要让我在屈辱中死掉。不管怎么说，我们也是同学一场，你就保我们这一回吧。他声泪俱下，我爷爷的眼睛也湿润了，可他还是很坚决。老于，我也感谢你当年的救命之恩，要是其他方式我都可以补偿，都可以帮，就是现在我都可以掏空了家来治你的病，但是要我保风儿，这是不可能的，我不能也无权这么做呀。如果我保了，在屈辱中死的就是我了，还有咱们的老师、我的儿子、孙女，所有人都无颜见人啊。当于峰爷爷拄着拐杖消失在夕阳中时，我隐隐有一丝感伤，这可能是这对老同学最后一次见面了，谁不想在圆满中离世呢？在晚年遇到这等不孝子，谁都难以瞑目吧。可这也是他惯出来的，当年他当着于峰爸爸的面来命令我爷爷放过张公子，现在于峰爸爸也无数次在于峰面前言传身教权势的强大。从小到大，于峰就知道有权就可以拿捏一个人，有势就可以脱罪，他们家族始终相信这一点。在进入政法大学的时候，老师问我们为什么要进来，我说是为了做检察官，可于峰一笑而过，我要当官，只要名牌大学的毕业证拿到，他的官场前途一定不会差。就在我感慨的时候，网上突然又有声音出现了，这一次是于峰写给记者的，说要揭发，你们一直以为我们中只有七个人，但是其实是八个，从始至终江之桥都知情，他还跟着参与了，只是最后没去现场而已。这是于家背水一战之计，于老爷子求情没有用，那也只能拿我来做人质了。我冷冷一笑，这一招从于峰想拉我去现场的时候我就预料到了。在于峰的二审法庭上，我也被叫了上去，虽然我是证人，但此时我的身份就像是被讯问的犯人一样。于家的律师对我咄咄逼人，想坐实我从犯的身份，之后再来证明我提供的证据有栽赃作假的可能性，即便不行也可以逼我爷爷出手相救。面对他的问题，我微微一笑，我承认我从头至尾都知道这个计划，但我不是共犯，不是帮凶，更没有辅助一点。面对着全国直播的镜头，我不慌不乱地说出了整个时间线。在安兰当着我们的面找于峰求助时，我就开始了第一次录音，随时准备提供证据。随后于峰正式通知我和弟兄们要执行刺杀计划，我又一次录音并当场拒绝加入，这一点我的录音笔也可以证明。至于于峰律师质问的，既然我也在现场，为什么不去阻拦他们，我也自有应对。对于一个手无寸铁的女孩来说，面对七把明晃晃的刀，七个怒火中烧的男人，我的第一反应肯定不可能是冲上去，我只能报警。是吗？
他阴笑起来，你如果真的想救人，那么早就应该报警吧。为什么一直纵容事情发生才报警？就算不报警，你也应该阻拦他一下吧。为什么全程都没有拦？这个问题简直太简单了。连刚开始，于峰都一口咬定自己只是随便说说，并没有实际行动。那么我在事情开始前就报警，有谁能够相信我？又能阻拦谁？我能做的只有委托侦探查找安澜继父本人，及早提醒继父做好准备，以及找人时刻保护继父。这一切都有充分的证据支持，这也是我能做到的极限了。至于为什么不拦，我当然不能说因为我阻拦他而死过一次。我只是淡淡的说道，我和于峰从小一起长大，他的性格我很清楚。小时候他因为保姆阿姨阻拦他逃学，他可以直接当面打人家两个耳光。中学的时候，他妈妈曾经阻拦他不要打游戏，他直接给了他下巴一拳，这个你们完全可以查到。连他那么亲近的人他都可以这样，而我只是一个外人，我去阻拦他最爱的女人，他会怎么对我？我不敢想象。我的回击清晰有力，最后也毫无疑问地获得了所有人的信任。庭审结束了，二审宣判还是维持一审判决，于峰有罪。判决结束后不久，于峰爷爷就去世了，于峰关在狱中无法前去送他，但是爷爷也不想看见他了吧，我想。值得一提的是，二审席上于峰还和证人安澜互相咒骂起来。于峰骂他是害人精，当他得知自己只是个工具人，连个备胎都不是的时候，安澜也没有好气，骂他是废物舔狗拖油瓶，自己没有看走眼。他没有被判刑，因为他的确只是说了自己想杀人，但完全没有说任何要求于峰动手的话，这还算不上教唆。但他的豪门梦已经破灭了，不只是因为他有教唆嫌疑的污点，还因为他一言不合就污蔑，这个臭名传的到处都是，没有哪个公子还敢跟他来往。他的家庭也一团糟，继父自不必说，就连母亲都不和他来往，母亲痛骂他没人性，和他亲生父亲一样不是人，自己的遗产一分都不会给他。同样受损的还有他的事业，没有哪个导演敢冒着风险用这样的演员，他的明星梦胎死腹中。多重打击下，安澜独木难支，只能把所有气都撒在于峰身上，我就是说说，谁让你动手了，见不见啊。不过两人的骂战也仅持续到了判决结束。二审后，安澜查出了艾滋，急需钱款治疗，他又想起了还在狱中的于峰。于峰此时也已经身败名裂，没有哪个姑娘看得上他了。一来二去，两人又在书信里确定了关系。还好于峰爷爷已经早一步去世了，否则去世前还要多受一次打击。不过这都和我没太大关系了，我的复仇已经差不多结束了。我的父亲去京城履职，临走前他夸奖我，丫头，我就知道你可以的，好好备考，你可是咱家的希望啊。此时的我已经在准备法考了，这一路上不像前世那样有于峰的陪伴，我反而觉得我的学习效率更高了呢。在监狱里，我又一次见到了于峰，他面色憔悴，昔日不可一世的神情早已消失不见。狱中他突然问我，江之乔，你是不是其实也重生过？我有些惊讶，我本以为重生的只有我一个人。于峰哈哈大笑，没想到啊，还是逃不脱你们的手掌。上一世我把你弄死在狗笼里，然后我装成目击者来救你，结果你爸查到了真相，把我关进牢里，还指使其他犯人活活打死我。你们江家人真的是心狠手辣。我打断了他，我爸只可能查到真相，但是指使别人打死你，他绝对不会做的，这是我们家族的底线，我相信他。紧接着在他难以置信的目光中，我冷冷地说道，我们家族没有这种私刑处置的习惯，其实我重生复仇完全有一万种办法可以成功，我可以把你关进笼子让狗咬死你，但我还是选了这个最麻烦又希望最小的去告你，因为我就想让你知道，用法律我一样可以让你付出代价，没有人可以逃脱刑法，你也是。隔着玻璃窗，于峰的表情变得非常复杂，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或许他还是觉得我很傻吧。不久后我顺利通过了法考，再后来我成为了一名向往已久的检察官。在庆功宴上，安澜的继父热情地祝贺我，给我送上了一个小面人。于峰的案子过后，我们两家的来往比过去更密切了，我看着手里的孙悟空，他活灵活现，和第一次见到他时送给我的一模一样。从小到大，每一次我沮丧的时候，他都会送上各种小面人，鼓励我坚持下去。不知不觉，我和叔叔都认识20多年了呢。于峰坐牢后，他爸爸还短暂来过我家一次，他不明白为什么安澜的继父会那么相信我，和我打着各种配合。我闻言暗笑，那还是拜你们所赐呀。在叔叔才6岁的时候，他的爸爸就被张公子打死了，当时江山华法官坚持要判罪，但是于敏中书记前来阻止，他说别判罪，对大家都好，对遗孀母子也好。可江法官不信这个，他一手帮扶母子俩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还送那个小男孩去学了他喜欢的捏面人，成为了一名非遗手工艺人。后来他成家立业，离婚搬家又再婚，直到那时我们才短暂的失去了联系，但是我们的情谊一直都在，所以他会如此的信任我，可以找出真相，像爷爷一样把人送到该去的地方。只是这种感情对于家人而言是不懂的，他们只是相信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不管怎么说，我的征途都要开始了，走上父辈的道路，我终于实现自己的梦想了。晚安。